大家好，我是雷雷西亚米 ，Hello。我们现在玩宝宝巴士的什么呢？做衣服。哦，做衣服。我们以前都是在玩，点就可以了。我大概都是用滑子，现在我都想要用别的。是妹妹告诉我的。衣服做好了，对，然后呀，牙医已经正在给棉布染色呢，也不能让臭甲醛给破坏了，快消灭他们吧！啊，那么恐怖哦！滑来滑去。妹妹说也跟进去没关系，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让他们进去。妹妹有时候都会说进让他们进去，可是我都不想要让他们进去。啊！你给我姐姐。接下来就好简单。刚做好的衣服总会有杂质，挑出它们，让宝宝穿得更舒服哦。这很简单的，我都看得到了。然后要检查了，我再应该就做好了。我们来检验一下吧，成分检验。水性检验，啊，杂质检验，啊，哈哈，得，完成了吗？嗯。太棒了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咯。对。那我们知道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